来的，他叫巴尔顿，英国设计师巴尔顿来台湾呢、啊、盖了自来水厂。因为日本人统治了台湾呢、啊，在100年前呢、啊，他常常得了霍乱，得了传染病，他觉得说你那台湾人哦，那他垃圾哦。就我们是学习了整个中国的文化，那个是很脏的一个文化，所以污染传染病一大堆。日本人来说阿尼比赛，他就把欧洲的水稻文化整个移植来，最多文化整个移植到台湾来，结果世界上第一条水稻到现在是200年，那我们是125年、126年前那时候开始做台湾第一条自来水道，所以台湾是走欧洲的路线，不是走日本的位。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他把这一套呢欧洲的一些卫生系统整个移植到台湾，反而在日本没有这一些东西。所以日本，哦，他虽然他是有用心的在经营这个，但是他的经营是学习哪里？学习欧洲的卫生系统。所以我们的卫生系统到现在，我们的 SARS 在世界上呢，比起来我们很认真很用心，其实那个是125年前我们就种了因得的果。好了，往前走。